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哎，一起的，一起的。喂，内蒙的。哎，让一让，都是内蒙的。我本来是想去北极村的，但是看了一下导航，我还要再翻回阿尔山，所以临时决定走另外一条路线，去五大连池。下次来呼伦贝尔的时候，可以把北极村顺便逛一下。这里是火山熊岩，应该是个小景点，但是收门票，不过现在景区的人都下班了，所以可以随便上，而且很难得这个地方是有手机信号的。现在天色已晚，我考虑要不要在这里住宿。哇，这么大个洞。松鼠啊，我还以为蛇呢。哎，小家伙，真吓人你。你总要你自己咬着好咋卖的这玩意儿？是，咱们这是野生的，你看我这是有小陀螺啥的。嗯，对，这是和齐齐哈尔交界的地方，这十几块钱的牛肉面，幸亏我还要了个鸡蛋。这里的路况其实一般，但是大众探戈跑出百公里4.4的油耗，而且我用的是自动挡，还是挺让我意外的。